的部分先是打到车身，造成车头严重凹损，整个挡风玻璃也都破掉了。从松山机场起飞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的却越飞越低，最后坠毁在基隆。到现在画面上陆续还有其他的伤者也被送到医院来，这些人有人是用走的走进来，身上裹着毛巾，有人是躺在担架上。